今天呢又来到大菜场，先买一块牛肉回去做水煮牛肉。搞一个一斤吧，一斤左右啊，一斤左右，40块钱的吧。54。这个我要吃两顿的啊，一顿就饱了，还两顿。再买点水煮牛肉的配菜，有黄豆芽、油麦菜和青蒜苗。每天都要吃的小白菜买上一点。啊？今天买牛肉的。买牛肉的。啊，今天菜够了。买牛肉我跑的都挺远，就是因为这家牛肉的品质很好。切开了之后，先找到牛肉的纹路。不要顺着牛肉的纹路切，不然咬不动。我们横着它来切，切断肉的纤维。切好了之后来腌制。一斤牛肉大概2到3克盐，这是小苏打粉，加1到2克。加了小苏打才能把牛肉打黏，让牛肉锁住水分。葱姜拍碎，放到清水中，捏出葱姜水。一斤牛肉可以加上4两葱姜水，我们分2到3次加进去。每加一次葱姜水，要像这样搅打。让牛肉把水分都吃进去之后呢，觉得干了，我们再加上一点。打牛肉的手法也很重要，像这样是一个挑拌的动作。经过搅打之后的牛肉开始分泌出粘液，这样就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。牛肉分泌出粘液之后，再用淀粉上浆，我们用玉米、红薯、豌豆淀粉都是可以的。最后再加上一点食用油，让牛肉更嫩。腌制好的牛肉放几个小时，它也不会出水。这肉腌的，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非常的成功。青蒜苗拍碎，斜的切成长段。油麦菜切成长段。黄豆芽洗干净备用。锅中倒油，把油温烧到70热，然后关火。先下入花椒炸香。油温稍微降下来一些，再下入干辣椒。干辣椒是很容易糊的，我们用余温把干辣椒炸一下就可以了，控油捞出，再用刀给它炸碎。这个就是刀口辣椒，这可是做水煮菜系列不可缺少的重要调料。再用刚才炸花椒辣椒的油来炒香蔬菜，蔬菜高油温下锅，下锅了之后快速的翻炒，不要炒得太熟，全部断生就可以了。先垫到容器底部，另起锅炒香葱姜蒜，再下入豆瓣酱，开最小火把豆瓣炒香，然后加上肉汤或者是清水，调味放上少许的盐、白胡椒粉、鸡粉、生抽、料酒，煮3分钟把味道煮出来，再用漏勺把料渣打出来，然后关火，一片一片的下入牛肉。50块钱的牛肉还剩下一大半，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明天炒着吃。再用中火把牛肉煮到全部变色就可以了。正常来说，水煮牛肉还有一个淀粉勾芡，这个看自己喜好，我不喜欢吃太稠的，直接就给它倒入容器中，上面放上葱蒜末，还有倒扣辣椒，用热油激一下，香味一下就窜出来了。这个牛肉看着就很嫩，喜欢的朋友试一试。再来做一个洋葱炒鸡蛋，3个鸡蛋加盐搅散。家里还剩了一个洋葱，给它切成片，切好了之后用手给它抓开，青红辣椒切成片点缀。锅中倒油，下入蛋液给它炒散，蛋液炒散定型，先盛出备用。另起锅炒香蒜片，再下入洋葱和辣椒，开大火翻炒，炒到洋葱微微发蔫，再来调味，加上盐、白糖、生抽，炒匀调料，鸡蛋回锅，再次炒匀就可以了。最后还是日常用猪油来炒个白菜，猪油炒化，先来炒香蒜末，然后白菜下锅，白菜炒熟，加上盐调味。这道菜呢，每天都要做，一带而过。好了，我们家开饭了。好菜。轻轻的，不要把鱼水甩到衣服上了。嗯。多吃点牛肉。还有莴笋。哦，不是莴笋。牛麦菜。
就于我们来说，你是贵贵啦。再来，现在菜开始。我吃这么快？豆瓣，你知道一小碗吗？对我来说就是一小碗。下班你碗换小点。我这碗怎么着？给我娘的换个碗，换给我娘的。我的碗大。搞那么小的碗，我盛饭要盛三下的，很累吗？你这碗要吃三下。我这个都要吃两下子，你那个我不要吃三下子吗？你看，一个奶奶到我这个年纪能保持这个身材，是很不错的了。吃的还多。不听不听。什么什么年纪？爸爸，你看今天我在那个学校又干了什么？好吃坏事。没干什么好事，也没干什么坏事。平平无奇啊。那你就是正常的，你猜我在干嘛？正常的干嘛？你正常不是上学吗？干嘛？下课，正常的。叠飞机。对呀、啊，叠飞机啊。不在，你跟我们都没有纸。啊、哦。追逐打闹是吧？对。好幼稚，又追不到他。哦，你追不到人家就幼稚。你们俩个子不差不多矮吗？他要去女厕所。哦，那不行。你们俩可以玩文明一点的游戏。然后捉不到，然后回教室，然后他一找我们又玩了。说明你想跟他玩，还是想跟他玩了？那我只想吃第三碗。搞一个月，搞一个，搞一个小口，我就。搞一小口，他非要问怎么了？不是不是，辣死！爸爸，刚刚一块肉见到我。不是不是，那死了再给我来一块肉。就我今天肉都放在都空着了，有一半没放，